苗栗县名胜景点都成了精彩油画作品。苗绿油彩创作研究学会啊，成员大多是退休后的乐龄长者，每周外出来写生，在画布尽情挥洒。三湾落雨松以及客属大桥火焰山都是主题作品，正在苗栗市公所展出当中。苗栗的名胜景点都要上画布，成为油彩创作主角，跟着作品细细品味，感受山城之美。这次的展名叫做山城蓝胜了哈，我们展期这几周当中呢，我们也希望各位艺术爱好者能够来参观我们这个，我们以苗栗18乡镇为主轴的一个画风。苗绿油彩创作研究学会这次在苗栗市公所展出44件的作品，油画主题像是三湾落雨松、客属大桥、知名的景点火焰山等。成员们每周一次外出写生，在画布留下美美的回忆。不止如此，将苗栗的文化历史都保留下来。潭文车站已经是百年了，那当我想要去画它的时候，它那边有志工。志工跟我们讲说，这个已经算是危楼了，要整修。那我想说，要整修了，是不是整修过后原貌就会不见了？所以我赶快就跟他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，那这个作品就可以给以往后的人做一个比较。精彩的油画展将至8月24号，创作者大多是退休的乐龄长者，欣赏着他们用心的绘画笔触，看见不同的苗栗之美。